店长，不好意思，慢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演艺圈50岁以上的只有我在干这种事，可见我多健康。对啊，我觉得你维谷利也要找你啊。刚刚我做这，所以他剪成广告就很说服力了，完全不用再多拍一支了，真的不用了。